接下来这首歌《不遑多让》，邀请到 Brand Down。这个 Miki 后边所爱唱完的压力就大了。不要紧啦，当那个小孩子刚诞生嘛，这个新官上任是三把火，他很旺。Miki 唱歌完全个调味吼。哦，有够调味，有够卡拉 OK。调奏，调奏。现在排第一条较调了，规个气氛都是 Miki 啊呢。还是够第四级的卡拉摇滚卡拉 OK。我预告一下啊。大家拢介意这味的，无要紧。袂当咱接下来这条歌曲的，这個、安排甲非常非常的卡拉 OK。这条歌嘛是对我伫卡拉 OK 的过程当中真重要的一条歌，叫做《无言的结局》。哦，这条真啊嘛是足够味的哦。所以呢，咱特别开放现场的，因为我们有男主唱的，对不对？要女主唱。开放现场听众，大厅的观众，现场报名上台一起唱。女孩子，请举手，有没有想要的？哦，有没有？多，除了这位，还有没有别位？因为我本来要设条件的，举完之后，来170以下请放下。西藏杯以下请啊，拍谁？啊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。好啊，既然这一位举手最快，要不要就邀请这位美女来上来？可以吗？对对对啊，但是应该不是走这边，对不对？是啊，走那边，你往那边走。他就是今晚我的阿头啊！哎呀，真的会唱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往后面，然后绕一下那部幕，对对，有工作人员，请勿进入的那个门打开。今天你可以进入。啊，就是这种感觉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举手最快，所以所有的朋友们确实也要给他加油打气一下，是不是？好不好？哦，我们动作真的很快。既然你都上来了，我这一支就给你了。这一支，另外一支是要交给心爱的人。那这个无言的结局会唱吗？会哦。那我麦克风就交给你，我音乐就下了哦。啊，就一起来哦，欢唱。啊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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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不好意思，多多包涵，因为我感冒。然后今天是我生日，谢谢。Thank you.
谢谢谢谢谢谢，哦，这位美女，老公也在台下，对不对？哦，他们越唱哦越热，你知道吗？两个人都有家庭呐，啊，底下的却无缘的结局。哦，我比武跟他讲哦，他也结婚了，他说永平，如果要出去玩的话，一定要找有家庭的，比较没有后遗症，因为大家都有家事，但不要学这个哈。OK， 他们没有。